那就是有很多借口，包括小孩啊什么之类的。对，那还有就是因为一开始用的技术太复杂了，然后很多东西都 BRot 了。所谓 BRot 就是说，你选太先进的技术，就是那个技术演进的太快，然后就是反正你用了之后就烂掉。对，对，好，总之呢，现在有一些基础的事情让它复活，然后才能够把原来资料先dump出来，然后可能不知道你说可能做一个compatible 的 API， 所以前端可以继续用，然后再看看怎么改。那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Johnny 的投票指南，还有这个卧槽的其实有相当多类似的资料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先在 identify 说哪一些是 void ID 是特别需要赶快弄出来的，比如说资讯内容其实其他现行没有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法案比较 Johnny 有，那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版本，委员会的多版本比较，这可能是只有 void ID 有的。那所以对，好，我就赶快做事情。好，那这个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可以来先帮忙 survey 一下，就是说刚才讲的这几个目前的有什么差别，或是有什么是特别立刻需要的，那我们先来做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村长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大家自我介绍时间了。好，大家还记得我刚。